说它不像做一个鼻子做一个眼睛改变那么大，而是说它会在原本你皮肤很好的基础上再帮你去毛孔啊有一些小瑕疵来帮你去做一个优化，所以这个倒没有说造成容貌焦虑这个程度那么多。现在随着就是它的普及，就是医美的普及跟大家的就是心态的转变，其实大家现在追求这种模板脸的状态其实是越来越少，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在自己本身的基础上就是再做升级，也不能说升级，就是让自己看起来状态更好。这个在无论是在一个职场，我们说在一个这个 corporate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是我们在平时的私底下的这个交往啊，那好看的人肯定他的人缘会相对好一些，那么好看的人他可能机会会比人家多一点啊。我们经常说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看的外表，可能即使你有趣的灵魂，你都没有机会让人家深入的去了解。